老和尚慈悲，诸位师父以及在座的精进菩萨们，大家好。昨天我们讲完了观世音菩萨的性体，所谓成妙功德，巨大慈悲。接着再继续说下面的文句：于意身心现千手眼，照见法界，护持众生。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性量。什么是性量呢？昨天讲的性体，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心，而今天要讲的性量，讲的白话通俗一点，就是观世音菩萨长得什么样子，清净心是什么相貌。所以这个性量，也就是菩萨的相。观世音菩萨的相，相遍十方。优希大师说：“云何性量？此心性，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世界有边，虚空无边；虚空有边，心性无边。现在有边，过未无边。”过位有边，心性无边，无尽无尽，无量无量。昨天在讲性体时有提到，离开空有，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，把能空所空，能有所有，都把它统一起来的绝对代之有，就是性体。那是一个离即离非，是即非即的境界，非可说而非不可说，非非可说而非非不可说。这个性体，我们昨天把它比喻作湿性，湿性的相就是水。那观世音菩萨的相是什么呢？我们由深说到浅。前面的性体是法身，法身以什么为相呢？以现前一念心性为相，以法界为相。所谓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因为它从空间来说横遍十方，从时间来说，贯彻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以它包含了无量无边清净心的功德。什么功德呢？起信论上说，从本以来，性自满足一切功德。所谓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，遍照法界义故，真实事之义故，自性清净心义故，常乐我净义故，清凉不变自在义故，乃至满足无有所少义故，名为如来藏。观世音菩萨因为证得这个德相，所以他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，无量相好，无量依报。以观世音菩萨的自受用来说，观世音菩萨以84000陀罗尼为头发，以第一义谛为肉髻，以一切种智为头，慈悲为眼睛，无漏为鼻子，四时不共为牙齿，四无外变为嘴巴，二智为手，定慧为足，三三昧为腰，如来藏为腹。这是观世音菩萨自受用的身相。不要说
我们凡夫看不到，就是连等觉菩萨也都看不到，因为那是菩萨乘性功德所显现。所谓为佛与佛，乃能究竟。我们所能够见到的，都是菩萨的他受用身，他受用报身是献给破无明的大菩萨看的，他受用应化身就是献给我们凡夫乃至二乘所看到的，或者有情，或者是无情。观世音菩萨他有自在力，他要现一身遍满虚空也可以，他要现无量无边身到十方法界去也可以，这就是于意身心现千手眼。在《楞严经》上，观世音菩萨说：“我能现众多妙容，能说无边秘密神咒，其中或现一手、三手、五手、七手、八万四千烁迦罗手。”这个手是指菩萨的头。又复能现二臂、四臂、六臂、八臂，如是乃至一百八臂、千臂、万臂、八万四千母陀罗臂。这个臂是指菩萨的手臂。乃至又复能现二目、三目、四目、九目，如是乃至一百八目、千目、万目、八万四千清净宝目。目是指菩萨的眼睛，或慈或威，或定或慧，救护众生得大自在。诸位菩萨可以回想一下，在地震前观音殿回廊四周的浮雕观音圣像，上面有准提观音、一叶观音、鱼篮观音、龙头观音、白衣观音等等。当然在经典上还有千手观音、马头明王观音、十一面观音。总之每一尊观世音菩萨，他的面容、他所穿的衣服、他拿的东西都不一样。当然观世音菩萨也不只是现菩萨身而已，在《楞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华严经》里都有说到，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；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；乃至应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得度者，即皆现之而为说法。这些三十二应身、无量无边的应化身、报身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性量。从不变随缘来说，是他受用身，生一切法；从随缘不变来说，是自受用身，摄一切法。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。无尽无尽无量无量之身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相。